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彩彩糖糖现在在哪里这么热闹呢？没错，答案就是一年一度的台北发明展哦。要找最新奇、最特别的东西，就全部都在这里啦。那今天呢，我听说这个展览有一个超级好用的强力万用小夹子。听说啊，不管是晒衣服呢，还是收纳，这个功能啊是多得不得了。赶快跟着今天生活百分百的脚步，我们一起去瞧瞧吧。所有发明都来自于生活的需求，其实有时候只要发挥一点点巧思，就能让生活变得更简单。台湾有业者从生活中得到灵感，发挥惊人的创意与研发实力，将随处可见的夹子改良成更多功能的万用夹，不但通过中美日等多国专利认证，更荣获了台湾101年国家发明创作奖的殊荣。它是怎么掉？往上掉、往侧掉、下掉都可以，怎么带都很方便。你拿到东西，你掉以后要怎么收纳都很方便。第二个，它夹力特别强，它一只夹子可以夹至少2公斤。我记得我们是50年代的时候，经常流行一首歌《无敌铁金刚》。那这个夹子既然那么用，我就想设计成一个无敌铁金刚的样子，像很魁梧那种感觉。哎，它也可以夹、可以夹，都可以用。那所以它是这样一个人性的造型。那夹了以后，它真的很好用。而且它是一个很漂亮哦，这个我们给它赋予它各式各样的色彩，我就觉得很好，非常质地非常高雅。独特的造型背后是一连串用心的设计，不仅能够紧紧的夹牢物品，还可以利用正反两面及侧边的挂钩，随意吊挂在任何位置，还可以串联使用或是搭配专利吸盘等各种辅具，发展出多种用途，达到妥善的空间利用和收纳整理。好，林小姐你好，你好，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些示范？它有哪一些比较基本的一些操作款式、操作方式？比较基本的呢是它可以正挂、反挂。什么叫正挂、反挂？像我们一般夹子是这样夹嘛？嗯，对啊，一般的夹子呢，它是你夹了之后就只能夹，但是你不可以再挂上去。对对，然后呢，这个就是正挂，正面的使用呢，就是像这边正面的使用哦，就是它。可以要搭配什么东西吗？还是说像你家里有钉子，嗯，钉子就可以挂上去的。那如果说像家里不喜欢打钉的呢，我们就可以利用吸盘。哦，所以它也有辅助用具，有吸盘可以用。对，然后你就挂上去就可以直接正挂，然后反挂也可以呢。反挂就是像这样子，反挂。哦，就是用夹子的部分夹住它。对。對，那挂是要用哪边？是用这边挂吗？对，就这样直接挂上去就可以了。可别小看这一个小小的夹子，它不但夹力超强，而且也有极高的弹性，可以轻松地固定在任何地方，而载重力更是高达2公斤以上，不用再担心物品有掉落的危险，大大地拓展了运用的层面以及便利性。除此之外，特殊的设计加上摩擦力的作用原理，让夹子在搭配串绳使用的时候，不但不会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向下滑落，还能在各种倾斜的角度下固定。这个衣夹呢，我们就是呢夹了之后呢，一般我们衣夹子它会滑落，会集中在一起。可是呢，我们这个衣夹它因为它有专利的腰口设计，所以你挂了东西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来示范，你可以开始啦。比如说，假设我们开始挂咯。好，我们先从小的开始挂上去。所以我要调到哪里都可以。对，你要调到哪里都可以。所以我这样它也不会掉下来。不会。哦，挂的越重呢，它就越紧。哦，挂得越重它越紧。对，所以我挂多高它都没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。好，我试试看。好危险哦。真的没事。哎，垂直的也可以。对啊，强大的功能和简便的操作方法，就算是在户外也能自由运用。而这项神奇的功能也吸引了许多爱露营旅行的朋友们，把它列为外出旅行的必备工具之一哦。同时也改善了传统塑胶夹的缺点，采用无毒的抗 UV 材质制成，通过 SGS 检验合格认证，不易受阳光照射而变质，不但更耐用，也更加的环保哦。吊挂组中还包含了载重高达10公斤的安全吸盘等辅助工具，全系列可都是100%台湾制造的哦。而这样匠心独具的发明也行销到世界多国，为台湾争光。对，因为我们这个是专门在做外销的。哎，那今天来这里做展场的推展，事实上也是给国人一个很好的想象。像我记得我去海交会，大陆海交的时候，我第二天所有的产品都被扫光了，他们非常支持。那我想把这个东西你再给我们自己的家人啊，我们台湾人来使用，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，因为我们事实上我们是专攻外销，
啊，明年呢，因为是让我们公司的核心价值在创新里面，我们明年还有新的产品，哦，比如说已经得到美国专利的啦，日本专利的啦，台湾专利的啦，是中国专利，我们都会积极来开发。业者以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为出发点，秉持着不断创新的理念，希望致力为消费者提供最实用且平价的生活产品，为广大的消费者打造更轻松便利的居家环境。